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药妆店这款朔鲜清提饮，它在日本销售排名第一，让我好心动哦。价钱很贵，但是我还是狠下心买来喝。刚开始喝的时候啊，并没有不舒服，只是上厕所的频率增加了，上大号的次数从一天一次变成一天四次，也没有腹痛和拉水的状况，都是很自然的上厕所哦。而且我的排汗量增加很多，就算大吃大喝也没有水肿，体重也没有增加。我连续喝了两个月，体重掉了5公斤哦，而且完全没有复胖，我实在太开心了。